如果大温地区的餐馆希望在疫情期间销售包装产品，那么在列治文的多家零售店已经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。同时，伦敦药房正在扩大他们的业务，为企业和餐馆提供货架，销售他们的包装产品，如酱汁、果酱和服装。根据伦敦药品公司的新闻公告，自去年4月启动该计划以来，已帮助100多家当地企业获得收入。据 Richmond News 报道，伦敦药房总裁克林特·马赫曼说，疫情对小企业造成的损害是毁灭性的，特别是那些小型本地的餐饮业。作为一家公司，我们想为我们社区的餐馆老板和企业提供一些支持。马赫曼补充说，伦敦药房已准备好立即审查提交的产品，当地餐馆可以在1个星期内看到他们的包装产品和商品出现在商店货架上。